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现在呢是早上的7点钟。我为什么会起这么早呢？哦，我是还没有睡觉。为什么会一个通宵没睡呢？因为我心情实在是太激动了。那现在呢，我是准备去往机场了，11点钟的飞机。好吧，准备出发。啊，土豆家停电了，然后没有灯，只有让这个人帮我做一下照明。走喽！啊，巧克力现在呢是打算出发了，然后看一下这位。是户外大神点吗？他是以登山为主的，但现在是徒步。然后我们俩是同一个航班，所以决定一起出发。现在呢，我们是打了一个车去往机场。哇，成都真的是一个堵城啊！现在呢，巧克力是登机了。Yeah. 然后隔壁的美女居然也是我们的创作者，刚好模型了。他这个飞机好像是不包含餐的，飞行是2个多小时。走吧，哎呀，我雷你哦。刚刚睡得正香呢，然后突然送来了。长一点，也没看到在哪坐，刚好4个人就拼一个车算了，就这样吧 ，Let's go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上车了，然后给了阿龙一个机会左拥右抱，太幸福了。小薇不要吃醋哦，不要跑出去被小薇看到，回家要跪搓衣板，让阿龙跪搓衣板。开玩笑了，开玩笑。现在呢，我还想吐槽一下。那个飞机怎么这样子呢？居然没有午餐，然后让我两位同伴到现在还饿着，所以我们就只有快速的打个车，然后先过去他们找点吃的。哎，你那个有？南航有，南航有。南航有啊？对。但是不太好吃，不好吃。我们那个45一份还可以。味道还行，看来因为他要给钱，所以你也没吃饭吗？看来给钱的还不错，我们要自己掏45块钱。好吧。